这个铁桶等一下，植物大战僵尸幼儿园版。好暖心的画风，僵尸全变 baby 僵了，植物也是 Q 萌 Q 萌的。 baby 小鬼来耶。啊，怎么回事？打你还会委屈？哎呦，棒棒糖掉出来了。OK， 很快就获得了一个太阳葵。我突然有个疑问，植物打 baby 鬼会哭， baby 鬼吃植物是不是会很开心？完全不会。OK， 获得一个车厘子，嘣，炸一下樱桃，嘣，我去，直接炸出原型了。画风突变，老眼镜。妈耶，这是大夫吗？他是园长，名字叫 baby 宝宝，也可以叫他疯狂小袋袋。好好好，疯狂小袋袋。What the？ 给了我一把铲子，其实是毛小铲。上局获得小坚强，他拿的旗帜是小奶瓶，我真是，谁懂？哦呦，这个小僵尸，我天，怎么这么可爱？可能是因为像我吧。哦，这是撑杆跳，这好家伙，就把他的小宇宙给打，哎，飞天啊这是。OK， 得到了一个寒冰豌豆射手。来了来了，小撑杆来了。哎呦，这小玩意儿真的很可爱。OK， 拜拜，获得一个大嘴花。哎，这个是铁桶小江江。绝了，他的舌头还摆出来，这是在卖萌吗？好，植物就选这些。你们看这小铁桶吃东西的时候也挺可爱的。对了，这个版本其实就是换皮的原版，植物僵尸数据什么的都没改，所以这个铁桶，等一下，这个铁桶好像有点强啊。哎，不对劲，这个铁桶，哎呀，终于打掉了。我天，一下子吃了我三个炮灰葵，虽然向日葵是炮灰，但我还是有点小慌张。是你拿来吧你。 OK， 获得一个双发豌豆。这小双花还挺有仪式感，连个小脸带给前边带着，用小坚强把僵尸们全部堵在外面，送他们两个蹦，拿下。好了，咱们的幼儿园第一大关彻底打完，下期就进入黑夜关卡啦。